小倩，怎么了？又肚子疼了？让你吃那么多，还想吃药是不是？不想吃药，就给我乖乖听话，开始减肥了。欧叶，好巧啊！巧？我在这遛狗呢，你呢？我来找你啊。小倩，别这么没礼貌。没关系的，他可能还不认识我，还在认生呢。哎，小七，你看，我给你带了礼物，给他玩吧。小七，小七，嘿，小七，咻咻，嘿，你刚刚不说你肚子疼吗？骗子。欧叶，在这儿。哎，来，坐。谢谢啊。可以上菜了。我知道你喜欢自由潜，所以我特意帮你订了海棠湾洲际酒店的水下餐厅，喜欢吗？嗯，好漂亮。哎，对了，小七肚子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不用担心他。哦，那就好。我看你照顾他还挺周到的。其实我也挺喜欢养狗的，但是移民之后，我都被扔在寄宿学校，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。其实我养小七也只是因为一个意外。哎，对了，这么多年你过得好吗？没有你我怎么可能过得好呢？我开玩笑了。不过呢，我的梦想却在一个一个的实现。去年我登了喜马拉雅山，三年前我登了乞力马扎罗山。哎，对了，你去澳洲潜过水吗？我一直都很想去，可是一直都没有准备好。你是不知道啊，澳洲那片海域可美了，珊瑚礁一片一片的，还有数不清的鱼群，那个画面都跟水彩画一样，特别好看。光听你那么说我都受不了了，感觉棒极了。哎，我特意给你带了2G的硬盘，专门给你看看那些我出海啊潜水的照片，想看吗？啊，等我拿给你，来碰一个。哎，鲍宇，你吃饭了吗？正准备去吃呢。哎呀，这两天太忙了，都忘给你做饭了，对不起啊。没事，我可以去员工餐厅吃。小七给你。不是，你不是最喜欢吃我做的菜了吗？算了，欧叶，这个人真是没礼貌。有些人呢，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没关系，他不吃的话我可以吃。走吧，小七。请进吧。哇塞，这么多东西啊，你这够组建一个探险队了吧？这些东西六个人的探险队应该是差不多了。哎，对了，我给你找照片啊。来，你来看，这些就是我在澳洲还有加州潜水时拍摄的照片。小七，你小心点啊。哇，太美了。
样呗。哦，对了，你带那么多仪器过来，到底要干嘛？潜水啊，这边的海域风景也很不错，就过来潜水呗。这儿。没事，让他叫吧，一会儿给他好吃的，他就不叫了。没想到你对小七还挺有耐心呢。我在我喜欢的胜利面前，都是很有耐心跟爱心的。哎，你能听清里面在说什么吗？你说什么？大点声！啊！什么听清听不清啊？哎！自从聋了以后，怎么那么奇怪啊？别叫了啊！那你接下来安排的行程是什么呢？这要等我之前的脚伤痊愈了，我才会去安排。等我的脚全好了，我就跟你一块儿去潜水，咱们比一比，看谁能赢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，老是要跟我比啊？我跟你说过一万次了，我可是有国际潜水资质的呀。哈迪潜水员吗？哎呀，我早就知道了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哎，你真是，这样还敢跟我比啊？看来小七都来声援你了，你是输定了，还不如直接认输呢。